连长，前面没有路了，看样子咱们今天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杀了那么多鬼子，早就够本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被鬼子包围了，看来这次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咱的。今天不是鬼子死，就是我们亡，你们都怕不怕？不怕。好样的，吃我五连的兵！ 吃我五人的兵，吃我五儿子的兄弟！弟兄们，鬼子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？今天是该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为咱们死去的弟兄和亲人们报仇！傻鬼子，为兄弟们报仇！报仇！冲啊！冲！ 干罢了，哥没让你享一天的福，赶紧！
马上派人追杀五连残部，其余的清扫战场。嗨，指导员，指导员，不好了，五里外发现了鬼子。坏了，赶快组织乡亲们转移，我怀疑他们现在已经遭到埋伏，如果去找连长发现他们，让他们赶快回来增援。是。在哪儿？找不到你，不让我回家。大司令，我真的找了，满山遍野的找了，没找到。要杀要剐，你随便。就算你把我打死，只要您开心，怎么都行。行。行了，别打了，你就算打死他，这马也回不来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打死他，我这心里能舒服吗？大司令，这马是不是偷马贼给偷走了呀？不可能，亮太有再大的胆量，也不敢偷我的马呀。哎，二呆，二呆，快，还有个人呢，快点，快点拦住他，快点，二呆，二呆，二呆。来，慢点！慢点！大司令，这咋来个八路呢？是啊，这二呆怎么驮了个八路回来？他好像死了，死了！那我给他埋了。闭嘴吧你！还有气儿呢？嗯，还有点热乎气儿，赶快给他驮屋里，看能不能救活。还有，这件事情必须保密，赶快把他衣服给换了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快。
石田，大总，所有的尸体都在这儿了吗？是的。奇怪，阁下，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，而且53的部队已经消耗殆尽，您还担心什么？只要没有找到53，这场战斗就不算胜利。马上派兵搜索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找到53，誓不甘休。不过，保定司令部来电，命令我们立即分兵赶往深县一带扫荡。咱们这战事正紧，我哪有兵调到深县？要不派黄先军先去应付一下。马贵这个笨蛋，我让他招募军队一个月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马上告诉马贵，一个月之内必须给我组建一个团的兵力。嘿，范神医，怎么样？这还有救吗？幸亏发现的及时，应该能活过来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！药我已经用上了，能不能熬过今晚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喜庆，带范神医去领赏吧。哎，这边，请请请请。大司令，这人来路不明，是好是坏，咱都不知道。咱就这么把他留下了？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就先救活再说吧。走。哎呦，马旅长，大哥，在下在这儿可恭候你多时了，快请，快请，请快。洪宝，你这是唱的哪出啊？啊，神神秘秘的把我请到这儿，要干啥呀？马旅长，多谢你赏脸。马旅长，快请，请来，请，请坐。马旅长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来。等会儿，洪宝。无缘无故请我喝什么酒啊？啊，我马贵是什么人？堂堂的黄协军旅长，你呢，走私贩私的，你说这要传了出去，我这一身的廉洁不都回你手里了吗？啊，把话说清楚了，这话要是说不清楚啊，你说这酒我还怎么喝呀？马旅长，马旅长，您是个明白人，这怎么了？前一阵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请你帮我在日本人那儿递个话，给我求个一官半职的，啊！我现在可听说了，日本人现在是大肆收编队伍。马旅长，这对您来说，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还敢跟我提这事儿啊？你说我上回带着人诚心诚意的去找你们谈，可是你们的人呢？还拿着枪对我们比划来比划去的吓唬我们，冯宝，也就是看着你的面子，我可以不提这事儿。至于说一官半职嘛，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我们黄协军的编制嘛，已经快满了。再者说，你一个光杆司令，我要你干啥呀？马旅长，上回那事儿您别生气，那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，马旅长。这是小的孝敬您的，一点意思。冯宝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把我马贵当什么人了？我马贵缺钱吗？缺钱吗？冯宝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些时候啊，不是钱的事儿，在关键的时候，这人比钱重要。我问你啊，你那个大侄女大烟花，就拿着枪对我比划来比划去的那个，她好吗？哦，大烟花，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在山上呢。怎么呢？还怎么地？你还当她二叔啊？冯宝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带着一帮臭老爷们在山上搞什么救国军？日本人是没倒出功夫来，倒出功来都给你们灭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当二叔的，你不后悔呀？这马旅长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给你指个明道啊，你那个大侄女
是不是没嫁呀？对对对，我马贵爷也没纳什么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前一阵子有个高人跟我算过，我这一生啊，必定有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，我才能平步青云呢。我见到大烟花呢，我一眼就认定他就是我命中的人呐，所以啊，我要能娶了他，那么咱们两家就成了一家。你不是又多了一半筹码吗？嗯，啊，原来你在这儿等我呢。嗯，你别说，这事儿也不是不行的。你说嫁谁不是嫁呢？关键那丫头性格烈呀，脾气也倔，我怕我做不了主啊。你做不了他主，你不是他二叔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要发起脾气，他是我二叔。那你就不怕我吗？那是。冯宝，我告诉你，你带着你的人还有大烟花归降了我，这整个队伍到那个时候可是你说了算，你就是最大的官了啊。马旅长，那咱可就说定了。嗯，那行，那我这做二叔的，那我就替他答应了。花儿，二叔回来了，怎么样这事儿？谈得好吗？这事儿别提了。怎么了？这狗汉奸嫌给的钱少啊？不是钱的事儿。那是什么呀？花儿，那马贵说了，他钱有的是，他不要钱，他就想要。要啥？他想要你。要我？马贵他看上你了，他要娶你。你答应了？你看，二叔这不是在跟你商量着吗？不是，花儿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爹临死之前跟我嘱咐，让我帮你找一个好人家，你说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啊，嫁给马贵就是找了一个好人家啊？你看，花儿，你说二叔这不跟你商量着吗？人家马贵那可是身居旅长啊，在五强这片，除了日本人，属他最大，那是一手遮天呢。花儿，你要是嫁给他，那咱家从今在五强这片那可是横榜的晃啊。二叔，你这次下山就是去谈这事儿去了？那就是呗。啊，不是，我这不跟马贵谈合作的事儿吗？马贵也就顺便跟我提了一句，我一看不错，我就答应了。花儿，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行了，冯宝，以后别再给我提这事儿啊！我大烟花就是当尼姑，我也不会嫁给这个狗汉奸。人马贵是人多枪多呀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怕他……怕啥呀？我连鬼子都不怕，我怕一狗汉奸。他要是敢来，我让他走不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忘了我爹立的规矩。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，别怪我六亲不认。二虎，你别睡，跟我说说话。你别睡，你跟我说说话。二虎，小美，哥，小美，哥，小美，哥。大家都活着吗？胡莲怎么样了？胡莲全没了，十三带着九六他们突围，凶多吉少啊。
你看见他死了吗？你没看见，你只是跟他们走散了，但你没看见他死。他还活着，哥，他还活着，对吗，哥？哥，你告诉我，他活着。小梅，你醒醒！哥，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你听我说，二人掉下悬崖都受不了，何况是他。怎么样啊？这里边压根就没醒过，那血呀都快流一盆子了。我看呀，完了，快完了。那就只有看他的造化了。哎，啊，他刚才昏迷的时候，嘴里边一直念着一个什么丁丁玲，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名字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从他身上找到的，上面写个五字。应该是中国人，那中国人也不见得是好人呀。现在那汉奸多多呀，那汉奸比日本人还坏呢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先走了。哦，大烟花那娘们儿可野得很，你说她能乖乖从了你吗，大哥？还能从我吗？你把你那狗眼睁开了看看，啊，在这整个五强县。有哪个女人见了你大哥，他不会从呢？那是那是，那肯定的呀。大哥，冯宝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哎，走。哎呀，马旅长，哎，哟，这不是他二叔吗？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快坐快坐快坐，累了吧，二叔？喝点水。二叔啊，进展如何呀？哎呀，马旅长，我现在是实在是没辙了，我是好话孬话都说尽了，我那大侄女就是油盐不进呢。我看我要是再往下说，我看她就要跟我翻脸，要跟我急。马旅长，要不您先给我谋个职位，差不多就行，我这个人没挑。你不挑啊，老子还挑呢。我告诉你，风宝，我看上的是大烟花，还有你手下那帮兄弟。如果他们不归顺我，风宝，你认为我这府上有供你的地方吗？那你说咋整？我现在实在是没辙了。你没辙是吗？我有辙呀。我看我必须要给你那个什么大司令点颜色看看了。让他知道知道我马贵儿不是吃素的。在这等我，我上山给你采点草药，先把血给止了。小敏，不行，外面到处都是鬼子。
你穿这身出去，太危险。我先把那个衣服换上。最近日本人频繁的出来扫荡，这很多以前跟咱们私底下联系的村子和山头全被鬼子给灭了，咱得想个办法，不能就这样坐吃山空。不是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山底下都是二狗子，还有一个报信的跑来，被我给压住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快走。嗯，就是他，他就是那报信的二狗子。这不是马贵的属下吗？哎哎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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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马贵的人啊？对啊。带了多少人？整整一团的人马。你小子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！大司令饶命，我只是来传话的。好，那你赶快说，捡重点的说，要不然老娘这手酸了，枪走火可说不定。哎，我只是奉皇军的命，不是日本人的命令来围剿你们。但旅长说了，捏在你们旧交情的份上，只要你嫁给我们旅长，一切都好说。没了。嗯，没了没了没了。啊，对对，我们旅长说了，给你们三天时间，如果三天你们没有答复，他们就攻上来。好啊，你回去告诉他，不用三天了，老娘现在就答复他。他要想娶老娘，就让他赶紧死，赶紧投胎，老娘等着他。滚！你看，花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呀？马旅长念在咱们的交情上，给咱指了一条明路。你看，你看你这可倒好，还给堵死了。嫁给马贵儿就是明路啊！人家现在是枪顶在咱们脖子上，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咱可就遭殃了。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弟兄们想想呀。也是，二叔，我看你真是岁数大了哈，记性越来越不好了。那咱再考虑考虑。兄弟们，走，看看去。这家伙真有赫，还有几门山炮呢。就咱这破不烂房子，我看一炮全他娘的轰塌了。走。咱们先用这个百草敷着他，啊！百草，你不是对百草过敏吗？怎么去采这个去了？没事儿，这个百草啊，能帮你止血。我过敏又死不了，没事儿啊。小敏，哥哥拖累你了。哥，你这说的是啥话呀？这百草啊，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，咱还得赶紧治，要不然该感染了。咱还是先进城吧。不行，咱们的队伍打散了，咱们现在啊，最好是先把活着的人收拢起来，最好是找到小王他们。现在小鬼子加大了搜索的范围，就算是有活着的兄弟，也不可能在这附近。
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进城，把腿治好再找他们吧。怎么样？帅帅，二叔睡了吗？帅帅了，我亲眼看见把他给灭了。嘿，我二叔最近一直劝我跟马贵合作，所以咱们这次行动不带他。不带他。大司令，我有句话说了，你可别不爱听啊。说。我觉得二叔有爱心了。不会的，他毕竟是我的亲二叔，他不会做出对不起大家的事的。咱们还是说正事吧。今天我看到了马贵的队伍。说句实话，这要是真打起来，咱还真应付不过来。要不咱们杀出去吧？怎么杀？小点声，上面睡着呢。就咱那点人和枪，还不得砰砰全交代了呀？鸭蛋说的对，咱们这百十来号兄弟带着那么多家眷，这要真杀出去，带着那么多家眷往哪儿转？等会儿，有了。怎么了？过来过来，你们看啊，在这儿。江山儿，来至在大街口，尊一身国王的宾朋。大哥，听，大哥，冯宝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好嘞。冯宝，哎呀，马旅长，马旅长，这可渴死我了！哎呦，冯宝，你他娘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是吧？啊，这是老子军营，你以为到你们家了是吧？哎呀，说吧，哎呀，找我啥事？我这回可是偷偷跑出来的，咱长话短说，这时间长了被我大侄女发现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瞅你那个熊样，我不管你那个大司令的，再怎么说你是他二叔吧，你怕啥呀？啊，对了，他到底啥想法？他都没说什么，不过你的人走之后，他带人偷偷看了你的部队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能看得出来他心里有点怕。怕了啊？怕了好啊，怕就对了。那咱明天就让他们接着怕，到那个时候咱给他加点油，加把火，让他接着怕。啊！放！大司令，什么情况？好像是在打炮。花，快！你看，你看，在哪儿打？你看那山上的石头，啊！哎呀，这就是给咱提个醒啊！你说明天咱要是再不答应，那肯定就会往咱这儿打了。我就不信咱这破屋烂房子能比那石头硬。二叔，麻烦你点事儿。你看，咱爷俩有啥麻烦不麻烦的？有事儿你就说。你跟马贵比较熟，你告诉他，他说的那事儿。我答应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他不是想娶我吗？他要真的有诚意，你告诉他，就今天，让他带着他那帮兄弟过来。花儿啊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我大侄女呢，我这就去啊，我这就去。无能，啊，就按昨天晚上说的办。
叔，二叔，二叔，我来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哎，快快，您可来了！哎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啊！跟上，跟上！哎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慢点，大哥！哎呀，马旅长！哎呀，恭候多时了！二叔，咋样？花轿聘礼？哎呀，哎呀，讲究！我说跟着马旅长就没错嘛！啊，二叔，你看你们这儿这个，就是办的急了点，有点仓促，有点寒酸啊！您多多包涵，别介意啊！说啥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马克廉洁，不在乎那个。结婚这事儿，有张床就行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有床有床。弟兄们，接着吹，接着吹啊！吹啊，都使劲吹啊！哎，等会儿咱喝酒啊！哎呀，等齐了吧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新娘子呢？哟，啊，对啊，新娘子呢？哟，马旅长来了。你们新娘子呢？啊，我们大司令在闺房里等你呢。在闺房等我呢。啊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感情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先洞房再拜堂啊。哦，太好了，看见没有，看人家规矩多好啊，以后咱们也改改。是是，打赏。这个是赏给你的，一会儿啊，你跟着你们新娘子，跟我一块儿回去，到我那儿啊，我抽空也照顾照顾你。谢谢马旅长。走。哎呀，花儿啊，你们上去干什么呀？办正事呢。我们看新娘子。老子洞房你们看啥呀？丫的，陪两位长官好好喝两杯啊。哦，哦，花儿啊。哎呀，人呢？哎哎，马旅长，慢点啊！花儿，相公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等急了吗？啊啊！哎呦，哎，穿上点儿啊！哎呀，啊！哎呦，这小心脏！哎呀，那谁呀？那是花儿，这是咋了，花儿？哎，马旅长，马旅长，这是你奶奶的！你他娘抓我！马旅长，马旅长，干啥呀？马旅长，这是？哎呀呀呀！这都是家里人，别伤了和气啊！这是咋回事啊？这是谁呀？这是？哎，没有。完了，小雨，大司令，这人死了。这是谁呀？这是？真死了啊！死了，真的死了！马旅长，怎么了？我不就拖延了点拜堂的时辰吗？用得着这么激动吗？花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这，那谁呀？那是啊？二叔，你没告诉马旅长啊？你也没跟我说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没说，我自己说吧。五年前，有个算命的给我算过。说凡是跟我睡过的男人啊，都得死。说我克夫。